你通过先行动资的第一天，钱就已经入账。一本本存折为证，部分纾困补贴已经入账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自宣布，纾困振兴预算追加1500亿元，包含111亿元刺激国内民众消费措施，其实就是酷碰券，但施行方法将改版。原本的酷碰券拟定是行动支付限定，而且还有特定的平台，但是改良之后，不但行动支付平台不限使用户数，而也拟定要推出悠游卡或是一卡通，并且也不排除推出纸本酷碰券。而依照日前拟定方案，将排除受疫情影响较小的超商、超市、量贩店和电商，其余通路、餐饮、旅宿、百货、衣着等皆可使用，用折扣刺激消费，最高打75折。每人每月可折抵上限为1000元，也就是假设一个人一个月当中有4000元消费都使用酷碰券折价，可以刚好折到1000元。年轻人一定使用支付要方便啊，可是其实政府的政策还是要考虑到全民嘛。那有一些长辈或者是可能不善于用3C，当然悠游卡可能就能更触及到，可能不只是年轻人，因为可能长辈长一点的长辈们也有这样悠游卡，就是可能出示一下，然后跟我，然后可能说什么，就是帮我按对领还是说什么的，他其实一样可以使用嘛。但是用纸本的话，就是每个人他都会使用比较方便，对我们店家来说会吸引比较多客人。台北市的话比较多，台北市的话大概有一半的比例，那离开台北市在中南部的比例其实就大概多在3-4成。行政院定调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拍板，疫情稳定后才开始发放。苏贞昌也已经表示，排除发现金或消费券，因此酷碰券得尽可能兼顾各种消费习惯，增加使用率，让店家赚得到才是真正有效。三立新闻刘婷、张慧琪报道。